姐姐就是狂，姐姐和姐夫带着金宝回马六甲度假，刚好现在是榴莲旺季，让姐姐亲身告诉你，榴莲除了拿来吃之外，还可以秒变时尚单品。I'm sexy and I know it. 哎，Fashion 应该也没在过老龄呢，而国剧巨星 Ella 姐姐就成功把地摊货拎成名牌包包，搭配无限延伸大长腿，把马来西亚民族榴莲诠释得刚刚好。你家榴莲要找 Ella 姐姐代言吗？女孩当了人家妈妈后，多少还是会收敛一下内心那匹狼。大 S 的冷男后决定放飞自我，让心中的那匹野狼狠狠地跑出来，给自己刺了第七个纹身。看着左肩背上一大片的翅膀纹身，大 S 大喊：内心是自由的。弱弱的问一句，有人跟番薯一样觉得这个纹身有点眼熟吗？同车约会，搂腰买僵尸，就算被野生捕获了那么多次，曾经旁和西门瑶依然没有承认恋爱中，但看官们看得太心急，西门瑶穿着宽松衣服逛街，偷等等就像催生一样，等不及说她怀孕了。哎呀，可能人家最近不用穿比基尼才是多了一点嘞。终于等到两人同框，有没有怀孕问孩子他爸就知道了。最近好似唔知边个报纸话你大肚，好似今日个肚点啊？我要你今日个肚点解冇咗嘅？今日个肚点解冇咗嘅？唔系咩话？虽然没有怀孕，但新闻又表示已经见过今天的妈妈了。哎呀，快点承认啦、啊，我们追到很累了。